我这次设计的主题呢是公主的画笔，因为小女孩娇娇告诉我她喜欢公主房，喜欢粉色，而且她特别喜欢画画，所以呢这次颜色方面呢，我在墙面上用了淡淡的粉色作为大面积的氛围的烘托，然后用深粉色和玫红色做了点缀，用蓝色做了跳色，那整个空间的色彩上呢是有层次感的。在功能性上呢，我还考虑到了小女生画画的天性，我用手绘墙代替真实的连麦来激发她内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让她知道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用画笔来表现的。我觉得娇娇和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房间会非常喜欢的。知道到哪儿了吗？你们？到了娇娇的小窝了。对，也不敢说话的感觉，是不是太紧张了？紧张了，那我来问一下娇娇，娇娇，我们现在到哪儿了？房间。谁的房间？我。你的房间啊？你能看到吗？哦，看不到，因为被我挡住了，是不是？你告诉叔叔，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粉色。粉色，所以你希望你的房间里很多粉色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阿姨给你设计的这个房间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公主的画笔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是不是？你特别喜欢干什么？公主的画笔，你喜欢干什么？娇娇还是太小了，她只有5岁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画画呀？啊，所以说公主的画笔，3、2。怎么样？看房间不是看我，看看那边，再看看这边，啊，去吧，大家去看，看一看。这是你的床哎，娇娇，这里这什么颜色的呀？粉色。粉色，你喜欢吗？这里，喜不喜欢？喜欢啊，啊，来，再看看这边。喜欢吗？好了，来啊！娇娇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房间了，但是反应好像不是很大。也许这个年龄段的孩子，这样的反应已经是很大了。娇娇，跟爸爸妈妈说一下，你喜不喜欢自己的房间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喜欢它什么？告诉我。粉色。哦，是因为这个房间里有粉色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站在这里啊，接下来我终于要来到你们的身旁了。刚才娇娇说了她很喜欢，是不是你们俩都觉得放心了？嗯，对。是吗？是。孩子的反应可能没有大人那么大啊，这以我以往做节目的经验来看。那么他刚才提到一个元素，就是粉色，你们是不是也希望这个房间里粉色特别多？是的。因为公主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妈妈小时候一定也会有一个公主的梦，是不是？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今天你跟女儿会一块圆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了，马上公主的画笔将会呈现在二位的眼前。哇，太好了！怎么样？完全超乎想象。哎呀，正是我们想要的这个。太美了，嗯，你喜不喜欢？喜欢吧。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，所以成年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是，对，超出我的想象。哎，妈妈好有泪水啊，我看到。嗯，哇，这么开心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特别开心。娇娇漂亮吗？好不好看？好看是吗？哎，不是，我要提醒一下妈妈，这间房不是给你准备的，是给你的小宝贝公主准备的。这就是以后就是你的房间了。啊，太漂亮了，非常的美，喜极而泣，是不是？哦，以后您可以跟女儿一块儿在这住一住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谢谢。
那我们现在认真看一下好吗？来，首先看看这边，一进门的地方，我们的公主房这里是一个柜子，公主会有很多漂亮的小裙子，对不对？可以放在里面，上面可以挂。啊，这是娇娇的小衣柜，哎，可以叠衣服放进去啊。来，娇娇，再来看看这边好不好？这边，来，这个地方呢是娇娇的一个学习的区域了，这是她的书桌，这里给她。娇娇的画是他自己画的吗？对，哇，真的很棒啊！这是一个办一个画展的感觉，放上很多的画。娇娇，这些画是不是你画的呀？画的好不好？大声说出来，娇娇。好。要不要送一幅画给叔叔啊？送哪一幅？啊，能摆出的是照片，好不好？还能送幅画给我们照片。好了，来，娇娇，这是你的凳子，粉红色，看到没有？很漂亮的小啊，还有个小可爱的小垫子啊，靠垫。来，我们坐一下，坐一下吧。来，哎，还是透明的，是吧？对，太漂亮了。来，我们往前放。你可以在这上面画画，在这画画是不是？对，对，底下还有抽屉，放画笔呀，放本子呀。这房间里很多绿化呀，就公主房不能少这些元素的，对不对，妈妈？对。还在激动是不是？对。它整个这里这一块就是一个学习区域了。哦。啊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区域是现在做了一个区分，您的背后这个屏风，就正好是做一个功能的区分。这边是学习区，那那边就是休息区。水晶吊灯。你看这灯好像好不好看？好漂亮，这灯啊，水晶灯的吊坠，你看，包括咱们可以看到那个窗帘，这个上面窗帘上面也是有那个小的水晶吊坠，对不对？设计师的心很细吧，它是互相呼应的，这个吊坠。妈妈，啊，这边放我，带我去看。好，然后这张床呢，皇冠。对，皇冠上面是皇冠，还有羽毛，对吧？对，底下这种帷幔纱幔是手绘在墙上的，绘在墙上的，哎，对，然后上面还会点缀一些小的水晶点在上面啊。哎，你们喜欢这样的感觉？喜欢喜欢，特喜欢，挺喜欢的啊。嗯啊，真的出乎我们的意料。是吗？而且色彩的运用特别好，就是整个是一个粉色的系列啊，还有床头柜。两边床头柜，床头柜上面是一个很可爱的羽毛的灯，你看。嗯嗯。照片是谁呀、啊？那是谁？是你啊，娇娇。漂亮啊！这个画是娇娇画的吗？是的。啊，真的好棒哎！这是鱼啊，双啊不是双，还是喊我女儿的名字。娇娇，这个画的是什么呀？这个。你说花瓶。是什么？花瓶。花瓶啊，花瓶画的也特漂亮啊，包括这个花色。啊，这是鱼，这是拿这个纸盒做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框啊，画框应该说是，这里是一个架子，嗯，不定期的可以把自己的娇娇的作品在这做一个展示，对，躺在床上就能看到，多好啊，多方便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这儿还有意外惊喜啊，来看看这儿，一进门的地方有涂鸦墙啊，这里有个板子在这里。看到没有？拿一个笔就可以在上面随便画了，画完之后拿这个擦子一擦，啊，很方便，太方便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完全针对孩子他的一个兴趣爱好，他喜欢画画，所以一定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涂鸦墙。你们之前也没有提过说要功能分区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嗯，设计师太细心了。对，你看他这中间有个屏风啊，而且是有花的这种屏风，很漂亮，把这个学习区和休息区做了一个很好的分隔啊。那么看完之后，如果让你们俩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们的感受啊，会说什么呢？美轮美奂，像在梦境中一样，真的，像到了梦境一样，所以妈妈才会流下激动的泪水吗？是不是？是。好的，那爸爸觉得呢？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太震撼了，这个。是吗？嗯，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啊！房间这么漂亮。对，就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公主房，我跟你说，再硬的铁汉到这儿都会露出他柔情的一面。我们三个人发表的看法其实都不重要，关键是娇娇，对不对？嗯。来。娇娇，你还在玩呢。来，娇娇，叔叔问问你啊，这个房间你看完之后你喜欢吗？大声讲出来。大声讲出来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啊？嗯、你最喜欢什么地方啊？公主房。公主房就是全部都喜欢的意思，是不是？那今天晚上你要睡在这里吗？要。
好的，哎，那么我们看完了你们的家之后啊，接下来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红队他们家装的怎么样？嗯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壮壮、说个大概就行。壮壮一定会喜欢。对，你觉得他一定会喜欢？对，是吧？男孩子的元素非常多。啊，因为男孩跟女孩他们对房间的要求可能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是的。好的，其实我们的设计师包括我们的。红队的两名队员在监视器前一直在看着我们的镜头呢，现在对呀，设计师听到孩子说喜欢，肯定这时候心也放下来了。不过红队的心一定是悬了起来，因为他不知道家里什么样。那这样咱们抓紧时间一块儿到红队家去收房，好不好？嗯，好的，好，走，小江，走了，小江。大家好，我是梅一鹏，四年没有参加节目了，这次的节目非常的特殊，因为我遇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小选手，他喜欢这种酷的东西，喜欢把房间做成飞行的感觉，那么我是用 3D 画的效果，再加上实际的这种实体物体，包括飞机啊、战斗机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小小的宇航员啊，这种元素加在这个 3D 画面的当中，来营造出不一样的这种视觉冲击力。在家具上呢，我使用了一些钢木结合的家具，把这些东西放到一块儿再来一看，非常的协调，非常的这种有范儿。希望他们一家对我的设计有一个很好的认可。到哪儿了？啊，到我的房间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你眼睛没有睁开？没有啊。能感觉到是不是？不是，装修了呀。这孩子真实在，我只能说啊，设计师给你设计的这个房间叫做未来空间，想到什么了？宇宙。宇宙，啊，我听说你有个梦想，就是长大了要当战斗机的飞行员，是不是？啊。飞行员还不满意，还要当战斗机的飞行员，为什么？酷。这孩子答案真的挺绝的，就一个字，酷啊。那么所以你希望你的房间里一定要有什么东西，你告诉我。战机是吗？哎，我放眼望去好像看到了战机。哎，他已经想看了。好了，爸爸妈妈对房间设计有没有什么要求？没有太多的要求，就是他原来说他要装成黑色，我说他太多的黑色，不适合他休息。然后因为我们平时我是属于特别简单、特别整洁的，所以说没有考虑到他的太多的设计地方。所以这是我说那个设计师，你放开手，大胆的设计吧，只要孩子喜欢我们就喜欢。好，只有一条原则，孩子喜欢就喜欢，是吧？对。啊，就是不要有黑色啊。我现在放眼望去全都是黑色。啊，开个玩笑了，壮壮已经等不及了，你看我的手实在捂不住他了。各位，壮壮，我准备先让你先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嗯，来，三二一，看吧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没有声音啊。爸爸妈妈现在很紧张。还有我呢。你先看一看这边。没改装吧？没改装，那是你啊。来，你看看这边。这边，床儿子都什么呀？都什么？说，给爸爸妈妈说。什么情况啊？这，爸妈急死了。儿子，你的床什么样的呀？长方形。喂，难道你的床是圆的吗？就是。好了，哎，上。发现了没有？有星星吗？等一下，有个问题。啊。这东西怎么能在宇宙飞啊？哎呦，他好专业，他好专业，真的。这个问题其实我进来的时候也提过，穿越时空。隔壁房间设计师紧张死了，我跟你说，他刚才半天不表态，说实话是真的喜欢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好了，这设计师的心可以放下来了。不过现在爸爸妈妈还没有看到，马上。我在努力的想象。将看到未来空间，我怎么觉得你们俩比他还紧张呢？是有点，有点吧，有点。好了，三二一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不管了。
博物馆。好漂亮！哇，怎么样？太漂亮了！妈妈的第一句话是博物馆，很多东西是不是？哎，世界杯，我请你，白色的谢谢你。巴西，世界各国的国旗正好绕这个房子一圈儿。啊，还有你喜欢的地图，全世界地图。对，世界地图。壮壮是一个特别爱好科学的孩子，是不是？啊，来，我们先看看这边好不好？首先这里，哇，这么大的一排展示架，有大炮，还有导弹，啊，全部是壮壮最喜欢的。当然，我们看到还有书，对不对？壮壮喜欢看书吗？不喜欢看这种类别。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？告诉我。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还是跟军事有关系的。啊，跟飞机有关系的。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军事迷呀，所以这一面是一个展示架，啊，放书，放他的玩具是都 OK 的。哎，咱们家就缺这个呢。是吧？嗯，对。哎，爸爸小时候是不是特别也想得到这个？对呀，但是没有条件。啥条件没有？农村哪有条件呢？所以爸爸现在眼里流露出全部是羡慕的感觉。看看这边，太棒了。哦，这是水管，看见没看见？有点水管子的感觉，是不是？特别漂亮。啊，这是设计师自己动手做的一个衣架。看出来了。拿这个水管啊，你看，嗯，接着接在一块儿的啊，这是一种工业复古的感觉，他想营造这样的感觉。他特喜欢，看出来了。是吧？很特色的衣架，还有这边一进门就是衣柜，你看这个衣柜的门把手都很有特色。壮壮，你看看是不是？啊，这柜子，来打开看一下。空间很大，是不是？哎，人呢？天哪，壮壮已经跑进去了。好，所以证明里面的空间很大，可以放很多的衣服啊。这个地方本来只是玻璃，又加上了这样的铁皮画。哇，改装的太好了。铁皮画也会让人有复古的感觉。对。所以这个大柜子整个颜色也很搭。储物空间啊。书桌喜欢吗？这个桌子？嗯。这是什么？看一下。机器人。哎，对了，机器人啊。拿水管子做了一个机器人，哇，很有特点，比你干还厉害。你看到没有？水管子用到这个吗？而且我告诉你，这个机器人它是这儿有灯可以亮，你看里边有灯。你挖掘一下。到时候把这个电线接上就可以亮了。太有才了。对。这个书桌，来看看你的椅子好不好？你的椅子，壮壮，这个椅子像什么？看看背面，像什么？那个宇宙飞船，宇宙飞船的太空舱是不是？你坐在这儿就会有一种坐在这个太空舱的感觉。什么飞机？哎，哦，全是战斗机啊！这对呀，啊，你想要的东西。这里是你看枭龙战机的一个分解图啊，可以进行组装了的。对呀，啊，你不是想当战斗机飞行员吗？是不是？喜欢这个吗 ？OK， 看入迷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房间里的一个重中之重的重点，头顶上，啊，这是一个浩瀚的宇宙太空，营造的是这么一个氛围。看到没有一个小人，还有小人，就是宇航员，你看宇航员，这是一个飞船呢，啊，飞船呢。而且这个宇航员，你看他的面罩这里是发亮的，这晚上可以当个夜灯用。对对对对，跟猫眼睛似的。啊，是吗？然后底下为什么你看这好像感觉屋顶破了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飞机从上面冲破了屋顶，冲了进来。所以我听你说你是喜欢设计师给你设计一个房子是悬在空中，是飞起来的，是不是？上面是太空，这房子又这么高，这房子已经飞起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哎哎，好像有点明白了。看到没有，这是什么？地毯上钢铁侠的头。钢铁侠喜欢吗？嗯。还有这个地板，大家看这个地板，看上去很普通，是不是？哇，哦呦，轻点轻点，这个叫做生活家一呼吸除醛地板。这个地板不仅自身不会释放任何的甲醛，而且呢，它会吸收甲醛，分解甲醛。对，是非常环保、还有这么先进的一个地板，一点味儿都没有啊，对吧？我们进来真的一点味儿都没有，一点味儿都没有哎。没错。好了，壮壮来。来，你们一家三口都过来啊！嗯，那刚才呢，我们是把那个房间哎完整的、仔细的看了一遍。现在我希望每个人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的感受，好不好？实在是太有才了，太有才，设计师太有才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呢，壮壮？很好。这个表情，这算是陶醉吗？我的天哪！您觉得呢？我觉得
超乎想象，我没办法想象出来会有这么漂亮，这么有创意，而且每一件东西都、啊、都他花了很多心思进去。对，就是用心和不用心真的是不一样 的, 不一样的，几乎每件东西都是喜欢的、啊、他比我更了解我儿子，发现一看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细节都有你都会发现惊喜，都有你想不到的效果，非常感谢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刚才把这个家已经完整的看了一遍，你们也特别的喜欢是不是？那我想现在最应该感谢的人应该就是设计师还有蓝队的两位选手，对吗？对，我们把他请出来一会儿见个面。好了，我们的红蓝两队都已经顺利收房了啊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来做这个结尾，真的觉得好特别的感觉。红队怎么样？太棒了！真的吗？超乎想象，都是你，我们爱你。耶、yeah, ，很满意啊。好的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蓝队这边。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。太棒了！哎，你怎么看着别人家说非常好？你们家怎么样设计的？跟佳佳说好不好？佳佳说。其实我们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这位美女设计啊。哦。来，甜甜姐姐。谢谢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那我也要来一个。另一个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也要感谢欧派家居集团给我们提供的20000元的家装基金，还有海尔天尊空调提供的10000元的家电基金。来，最后我们一块喊出那句话，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。交换。